小宝嘴里的超级可爱。好，我他比较热，我觉得他是黑色的吸热。哎，野生虫来了，今天吸粉重吗？今天超重他。然后掉威亚了，今天有威亚，有。今天啊，对，另一个组还有两场打戏，一会儿专场是吧？对，一程有打，不，那天没打的，那天好多没打，那天就憋了一个开场而已。你跟炫阳吗 ？Yes。那他如果拍，那我在干嘛？你在旁边看，跑过去，跑过来，跑过颈椎啊！哇，这边肯定需要我。我跟你说，我那这边也不需要我。我那场像个白痴一样，你在那儿打嘛，然后你说你走这里不需要你，我说哦，然后就跑了，然后跑到这边需要我，然后跑到那个温宁跟那个这边也不需要我，那个宋楠打，然后我就在那儿看，你知道吗？看半天，然后说这里好像不需要我，然后那小孩在后面，我前辈，然后哎。他们一定需要我，真的傻啊，多可爱啊，超级可爱，阿里嘎多大姨妈，可爱，超级可爱啊，不可爱吗？跑来跑去，超级可爱有没有？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。